可能大家已经知道，我们教会在每一次退休会，我们在退休会当中的最后一堂信息，在传统当中我们都做什么事情，就是在最后一堂信息之后，我们众人都会一起的为讲员来祷告，求神赐福他的家庭，求神赐福他的事工，因着他愿意在主的爱心当中来分享信息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给的就是在灵里头求神充满他，赐福他，使用他。然后当我们祷告完之后，讲员就反过来在主里头就来祝福，求神赐福我们以及我们的教会。其实我每一次到中国去培训，最后的一堂课也都是这样来做，你就可以看到在灵里头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领受的人跟这个奉献的人都能够在主里头因着主的关系，灵里头这种交通，这个爱就在当中就满溢出来，使我们能够得着恩惠，使我们能够得着帮助，因为灵里头我们得着建立。最后我们来看的是第十五节，这段经文也是因为保罗在他看见这种灵里头这种的交通之后，他向神献上了一个祷告，也正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回应。好，我们一起再念一下第十五节，来，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当保罗一想到在灵里头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分开有多远，但在灵里头能够彼此的纪念，彼此的求神赐福对方，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讲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在奉献的过程当中，神得着完全的荣耀，而且他所给的恩典是数算不尽。因为说不尽这个字眼也可以翻成没有办法表达，神的恩赐实在是太美太奇妙，没有办法表达，但是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完全没有办法数完，他的恩典太多了，没有办法数完，数算不尽。原因就像我们刚刚所讲，在奉献的时候，这些众教会的人因着奉献领受奉献，彼此在灵里头就能够合而为一，都能够让神的爱充满在他们心里头，以至于他们灵命都能够得以增长，然后众人就感谢神，归荣耀给神，因为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使奉献的人，使领受的人，甚至使在当中撮合的人都能够归荣耀给神，何等的奇妙。但是我相信保罗在这里也因着这样缘故，就想到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也是何等的数算不尽，因为神甘心乐意完全慷慨的把他最喜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他的恩典是何等的数算不尽。保罗在另外一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也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好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的，我们的主既然把他最宝贵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岂不白把万物那些次等的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何等的恩慈的对待我们，我们在奉献当中岂不也应当显出我们也这样的丰富来奉献的人吗？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了解因着神的恩赐，我们能够有能力来奉献，那这个奉献是一种操练，这种奉献的操练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但这信心的操练是有目的的，
神乃是要我们见证他乐意的好恩，而且是为了使圣功能够成全，使众人因着主奇妙作为都能够信靠神，同时也让我们这一群奉献的人，我们的灵命得以提升，好领受今天更美的福分，而且也领受将来那永恒的奖赏。弟兄姐妹，我们下礼拜是宣道年会的主日，各位在周报当中都有这个认献卡，我们再一次鼓励大家回去好好的照着本心所锁定，虽然我们还看不见，但是我们却愿意凭信心来奉献，这叫做信心的认献。我们信心有多少，神就供应我们有多少。我相信在这种似乎环境比较具挑战性的时今天我们的奉献更是能够看出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献上活祭，来当作我们一个回应。那我们起到站立好吗？我们只唱一节。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神明，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信心当中领受你要我们所领受的福分，在奉献当中看出我们是何等丰富的人。父神，求你赐福我们的宣道年会，在下礼拜天我们将要当场来收这个认献单，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在现场来献凑，乃是照主你在更多前书十六章所讲，我们及早的准备，也照着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所讲，我们照着我们本心所酌定的来奉献。求主你帮助我们，以致我们在这当中能够领受福气跟恩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来奉献，让你圣功所使用，赐福我们众人。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我们多种了就多收，少种了就少收，我们应当在主面前照着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来奉献。求主你赐福我们，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阿门。各位请坐。